高考的第一道关就是试卷安全。前期在海淀公安分局的协助压力下，所有的试卷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咱们区考试中心的保密室。保密室呢，在考前也都经过了全面严格的安全检查。那在整个高考期间，保密室也会有民警进行24小时的值守。那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各个考点来到区考试中心取卷，每辆押运车上都提前安装了智能试卷追踪系统，从试卷进入车辆、起运、送达考点，所有的情况都会全程的实时回传考试中心。那我们的民警呢，也会在车上随车押运，全程监管，确保试卷的绝对安全。Thank you.